欢迎收看姜 style 频道，我是姜姜。我是小 T， 我是多多了，还有多多啊。我们今天买了这三包，然后我们来开箱一下。首先开哪一个嘞？这一个，先开这个，先开、这个。好，先开这个。那我去开喽。这是什么东西嘞？这是什么东东啊？哦，这里好冷哦。卡片哦，好，这一张中了什么？那什么？这张不知道是什么。那是谁啊？然后这张是那个海鸥。海鸥。然后这个、哦，这叫拉达、哦、是吗？拉达吗？对，好像是拉达哦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哦，拉达的进化。拉达进化。是哦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忘记了。这是一个青蛙，大只的。这什么？什么什么蝌蚪？蚊香蝌蚪啦，蚊香蝌蚪，蚊香蝌蚪的蚊香蛙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是蚊香蛙。好，换另外两包吧。好，换两包，这包。哦，这什么啊？蝙蝠，蝙蝠。那是狗狗，狗狗，那进化很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看不懂。那只狗狗的进化。狗狗进化。你没有亮的，我有亮的。来看另外一包。另外一包。换这一包。换另外一包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它好像是新的，新一代的。哎呦！哎呦！很好的哦，哎呦，我闻到那个味道喽，哎呦，小火马，那个嘞，这什么？齿轮哥，小蜡烛，对，它好可爱，这什么？不知道，哎呦，哦，这比较帅哦，那是三英雄的，好像是吧？三英雄的，其中一只，看一下三英雄，那我还是有亮的，你没有，我要看你的亮的，哦，三英雄，飞走了。哇！我看你的，快点，亮亮的。哦，真的，它亮亮的。哦，水哦。水哦。好哦。好哦。所以，台湾有地方可以玩吗？哇！这样只是收集好玩，游戏王啦。游戏王哦。这是神奇宝贝王，这是神奇宝贝王。哇塞！就只有抽到这张亮的。好、哦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哦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去韩国买一下。日本应该有卖啦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